我今天给你们几个开个会啊，来看看看看这拖鞋给拆的啊，大家品鉴品鉴啊。我平时没亏待过你们几个吧？啊，我待你们几个不薄吧？啊，这是干啥呀？啊，谁今天能跟我说句实话，跟我说句掏心窝的话？啊，这谁带头干的？拖鞋？啊，谁带头干的？你说你这天迷迷糊糊的，老四，你说你迷迷瞪瞪的，你谁都赖啊？那是人家干的吗？啊，那咱也不敢相信你呀。哎，老大，这谁干的？老大，行了，我知道他干的了，你别说了，没问你。老大，你告诉老爷子谁干的？老大，这个谁干的？老大，我没问你。老大，问老大呢，谁干的？老大，嘿，还真是小迷糊干的啊！塞班，这谁干的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们几个商量好的呀，这原来呀啊！